三组动作，一、二、三 ，OK， 然后一、二、三 ，OK， 一、二、三 ，OK， 自己做一次啊，大拇指闭动，尽量这个手指上面的手指抬 ，OK。你这个你是底下动，不会的是吧？哈，没关系啊，这个抬起来啊，然后再去 lift， 抬起来三次，明白了吗 ？OK， 先抬起来，对了，抬起来，放下，然后二指 second finger， 对 ，tip curve 点，一往出下，二三三指 ，b， 二三小拇指 ，one two three。明白了吗 ？OK， 每次的啊，因为下一次的时候我就这个次数有一点要交到左手的啊，然后我还让你这个转手，对不对？呀，你练了吗？左，我知道你为什么是这个手了，因为咱俩是相反的，所以我做这个手时候你是这个手，明白了？相反的手啊 ，OK， 好，真的，对，他是在鼻子，然后打开，对 ，Yep，OK， 好，好，可以看老师这里啊，把琴架好，给你找好一个舒服，挺好的。舒服吗？能站住吗？你自己找一下。然后呢，先练习这个左手啊，先不拉。对，左手上次放在那儿是吧？哈，你现在这个左手，对，别老师说别拖着，不要后的这么高，往下一点，差不多就是这个位置，可以 touch。OK， 并不是是这儿，这里太高了，这个位置，然后大拇指也下去一点。这样的话，老师说有三个地方有 space， 这里有个小 hole， 明白了吗？哎呀，往这边转一点啊。然后一指和二指呢，永远不要在一起，打开往后。对了，然后放松放松，你放松，我给你摆，你别跟我那个较劲。对了，别使劲儿。对，上次我记得还挺好的。OK， 啊，不动不动，不用那么使劲。对，放松。然后老师说这个 arm 有 check mark， 对不对？对不对？是不是有 check mark？ 然后这个手，你转进来多少我都不想动，我特累。对，头是往这边心，哦，他棒，转一下给爸爸看。这个 arm 在这个下面啊，挺好的。然后这个手呢，尽量这样转过来，但是二指转过来就行了，小拇指所有的 finger 像这样就可以，一指和二指不要不就很多人这样的，你看都是这样，不要伸直，一定这一指练的时候自己要 curve 点和这里打开。对，然后呢，这个手指不要 hold 到这儿，你看 hold 到这么高的时候，你看现在是 OK 的啊，如果在家 hold 这么高，那就没有这个小 hold 了，对不对？差不多就是这个位置上，所以用这个手指这里和大拇指自然的。然后是把它，然后手腕，对 ，keep the wrist out， 然后中指转过来这，然后 finger 冲着下 ，yep， 哎，这一直往后三 curve， 累吗？累了是吧？哈 ，OK， 那当然是累，放，特酸，你要自己学会放松，就是别太使劲。